在看夜许位置，对，已经在聘灯了，但是凯撒的位置在下方，这里的话一下直接勾，找到了上方那个墙，冲击一下一波的秒杀，在搭配上的一个普攻 ，First Blood 直接落在的是努力的身上，在后面的话尾鱼过来，给到的是一个凛冬冲击，但是位置并没有办法成功拿下，在后面的话凯撒也已经到了狙击熊装的，已经没有盾了，尾鱼的位置其实有点危险，卡下魔鱼过来，一个出钩勾到了对方的一个布朗姆，搭配上的是金牌的一个输出，人头是让给劝酒，把对手的位置逼得再更深一点，再点一下这张弩弓效果被打出来，进到了塔里面，交叉现在的位置其实很危险，在后面的话塔被预设给撞掉了，但是后面跟过来的努力再一下被动的普攻先把 RB 给收下，不过后面的话鳄鱼已经到场 ，IC 八就是惊人起来交闪，现在被鳄鱼跟闪，下半部的匿名的话也被三人的围剿，这个是最能解释的。对，打保守点在旁边的话，叶局这时候才开大，对，找到了是一个布朗姆，在后面的话船长也开启了大招去限制一下对方的后排，布朗姆被留住，尾鱼这里已经先行倒下，在旁边跟上来的军刷他是没有大招追领天下的，而且 RB 母鱼在是船长的炮火当中，他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角度去进行一个切入点，旁边的话看到是那边留住了。安卓今天拖了一点时间，后面爆炸筒直接炸到了咒语暴风插牙去铺好了羽毛的位置，羽毛挥挂挂到了几乎是所有人，但是伤害差一点，差一点点。看上去的位置叫闪现，硬是普攻拿下了夜许，但是自己也没有办法阻挡来自劝酒的普攻。鳄鱼要不要直接开大局卡位置啊？感觉哎呦，这个爆竹炸的好痛啊！爆炸筒可以啊，在后面的话逼起了是这个雄心壮志叫了闪现，晕到了匿名位置，在努力前面交出了一个惊人，拖了一点时间，大家的位置其实非常的危险。找了自己的闪现，往后进行一个撤退。ID 八位置其实已经被拉掉了，在后面的话还在持续的做追击，出现了风暴。布朗姆有没有眼？对，这一波要来打团战了，但是军刷的血量其实有点不太够，对，直接勾到了，搭配上的是夜曲的大招，那前面 IC 八应该也是扛不住来自四人的一个包抄输出，这个烟筒伤害其实差了这么一点点，还是再换我们吃。金牌没了，到了这里，哇，一个前线破心斩上去，努力被留住，鬼一样，效果已经被触发，在后面的话 ，Carnation 拿到了一个 shutdown， 下半部的话，鳄鱼已经找到了努力，直接脸上给你一套。抓到！这些大招永霜，这里想要招人，在那边上的是凯撒，杀出本能过来，恐惧的效果可以直接一百到零。这个龙魂的效果还带有缓速，我直接混沌风暴下去，在后面的 Abyss 直接开启了这些大招，立场的定到，但是他的混沌风暴太痛了，直接粘到的是努力把金人都给按了出来，居然粘得到哎！对，破心斩逼了对方的闪现位置，丢了一个金牌，但是这里的话队友也已经来了，有电龙魂，看起来已经完全没有办法。这里的话 GA 已经被卖掉，就侧面的军爪也赶到，一个大卸八块在这边的战。场劝酒也被留住，很好，幸运追着打，在一个咒语暴风搭配上的是他自己的羽毛回刮，拿到了是 AD 对位的人头，在上面的话 IC 八一个出钩，就是个咪咪钩。另外一边赶到的是船长，也被三人的包夹。对，远古巨龙搭配上海克斯科技龙，他还要继续推，看队友能不能守住吧。呀，这个好拼哦。对，在后面的话，自己梅亚的双塔先拿掉了一个 IC 八，交出了自己的闪现往后走，但是被鳄鱼给跟上，震荡冰封的效果还是成功的晕眩晕到了。另外一座的梅亚双塔完全没有办法扛住，这里进到了主堡的阶段。ABS 挡进去，但是他没有办法挡住来自龙之吐息的斩杀效果，还有一个狂风往旁边，菜还在进行收割，进到了塔里面。